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专栏，我是沈梅琪。法律是为有备而来的人服务的，而您准备好了吗？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一名律师严露露，严律师，严律师您好。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露露律师。 严律师，我们知道，呃，昨天刚刚发生了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嗯、染了新冠病毒。嗯嗯、但是呢，呃，他其实在上个礼拜呢做了一个公布，那呃，不止就是全球关注很多，我们在美国的新移民也很关注的这个消息，就是说，呃，特朗普总统他宣布他要给这个。 拿美国公共福利的绿卡申请人呢，呃，不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可以拿到这个绿卡。那么，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些人呢，在还没拿到绿卡之前呢，就已经拿了美国公共福利。那如果给他们绿卡的话呢，那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所以，首先我想先请严律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何为这个公共负担呢？ 呃，好的。其实呢，公共负担的意思呢，就是说，呃，如果说呢，你的绿卡申请人或者签证的申请人，呃，你如果是依靠政府的这样一个救济来呃维持生活的人，那这样子呢，就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公共负担。那么，其实公共负担这个概念呢，也不是说最近刚有的。其实，在移民法里面，整个一百多年前就有公共负担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获得美国的绿卡呢，你将来在拿到绿卡之后。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经济状况问题而导致依赖政府，然后成为这样一个公共负担。只是说在，在呃现在的话，在去年的话呢，这个移民局呢有了一个新的规定，也就是说公共负担政策。那在这个公共负担政策当中，又有一些细化的条件来判断。就比如说，呃，有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六个月，你申请拿到社会福利的这样子，你不可以超过十二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去三十六个月当中有十二个月以上，你使用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福利呢，那么你可能就会被拒绝，或者说是没有办法获得绿卡。那呃，我知道你说这个，其实在法律上面就已经有明文规定，嗯呃，那但是对、呃、对一些在申请绿卡的朋友们来说。 我如果拿了实物券，那个这个就是公共负担了吗？是公共负担的你呃，你这个呃涉及到这个福利的类型问题，那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有一些种类的规定的，也是细化了。那如果说比如说华人可能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说呃，比如说 full stamp 实物券，嗯、<哼>对，呃，那它也包括说你的呃 Medicaid。 你使用 Medicaid，然后包括这个呃住房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Section Eight，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说你领过、使用过政府福利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范围。嗯，了解。好，那么呃，其实这个疫情呢，这个规定在疫情期期间呢，呃，被呃联邦法官给挡了下来。嗯。然后，但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他上礼拜宣布还要恢复实施。 那所以移民法它其实是联邦的法律，为什么可以让总统这样随随便便说要恢复就可以恢复呢？它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嗯、？OK，呃，其实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要指出来的是呢，今年二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号，在纽约三州诉移民局的这个呃公共负担的案件当中呢，纽约的联邦法官确实做出了判决，也就是说呢，呃，他是嗯。呃 就是准许了一项，就是叫 preliminary injunction，也就是说是暂时的这么一个禁令。那在这个暂时的禁令当中呢，是允许能够暂时的禁止。 啊，这个关于这个公共负担政策的话呢，或者说公共负担规则的话呢，它的在全国范围的大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实行。那关于这个禁令的话呢，其实你刚刚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禁令呢，首先它不是永久的，它是先期的，先期的这样一个临时这样一个禁令。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法律当中，如果说你案件还没有进行到审理阶段，还没有审理完毕，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够证明说，OK，如果说你嗯。 呃，实行不实行这项禁令的话，会对原告呢，呃，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且呢，这个伤害是不可以弥补的，我们叫 i n r e p a r a b l e harm。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能证明原告有较大的几率能够赢得这个案件的话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就可以有可能给你这样一个 injunction。所以呢，这个 injunction 的话呢，如果说在移民局或者说 国土安全局上诉的情况下呢，那在上诉的这个法院决定说，那移民在移民局有理由能够阻止这项禁令的通过的话，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嗯，你刚刚提到说，川普他是不是说可以能够跨过法律的这个门槛，然后能够随时随地的把这个禁令取消？其实他也是走了一个，嗯，法律的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他是可以这样做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呢，在这个关于这个禁令问题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这么一个一个时间的。那这段时间从去年的等于说八月份，嗯、呃，当国土安全局第一次宣布说他可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采取这样的一个就是呃，我们叫那个 public charge rule 的时候，当时呢就。 嗯，um, 全国的各地的法院，联邦法院呢，接到很多这样的一个诉讼。那在这个联邦法院呢，他们也做了判决，也就是说，想要呃，也是判决允许这样一个禁令在。那后来呢，嗯，又因为就是呃移民局的这个上诉，而导致呢，就是上诉在上诉之后呢，那么呃是允许说移民局能够让这样一个禁令呢不实施了。可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那纽约州呢又因为。 以及它联合其他的几个州，啊、呃，又因为疫情的影响，以疫情影响来嗯导致这个国家的这个紧急状况为由，希望法院呢能够重新考虑，希望最高法院能够修改它的这个就是关于它叫 stay t e injunction，就是啊阻止禁令的禁令的实行。对，所以说当时呢最高法院是驳回了，但是呢他允许给他们一个嗯另外的这个 exception，就是允许他们去寻求地区法院的叫叫 federal district court。 呃，去对这样的一个呃，再申请一个新的禁令，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原告方也就是纽约以及其他三个州呢，他们又在地区法院去重新要求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禁令，那联邦法院是通过了，并且同意了。后来呢，呃，你可能提到的是就是说啊、呃，在这个嗯。 第二巡回法院在九月十一九月十一号做出的判决当中呢，他是认为说，呃，联邦法联邦的联邦法法院的这样一个地区法院呢，其实呢，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来做这样的一个判决的。为什么？因为呃，我们知道有去年的一次禁令产生，禁令产生后来这个因为移民局的上诉，这个禁令又取消了。那今年四月份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禁令。 对，申请禁令。那后来呢？就是说，呃，那现在呢，就是嗯，这个呃，纽约的这样的一个联邦法院、地区法院呢，又企图给他们第二次，给移民局，就是给给原告方第二次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禁令。哎，那我很好奇，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再给一个地方法官的一个权限来禁止实施、嗯、呃？有可能。 Oh. 有可能，那只要是说在上上诉法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地方法院，比如说是被告方，我们通常是移民局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移民局同时也能证明说，他可能是非常有可能在最后赢得这个诉讼，并且说如果不不实施这个公共负担政策，会给他们造成不可弥补的。 不可修复的这样一个损害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是巡回法院，就是我们这一次第二巡回法院呢，如果说在听取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呃一个证据之后，认为呃做就是支持了他们的主张的话，那也有可能。嗯，OK。可是不管怎么样，目前的现阶段就是你如果拿了呃美国的公共福利的话，那么你这个绿卡就可能就有悬了，能能不能拿到就是一个问题。<对>但是他呃并不是对所有在申请绿卡的朋友。 都会有影响，而是他有个特别的日期，他说是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号之后送件的人，你如果有拿过公共福利的话呢，那么你就不会拿，就拿不到绿卡。可是我现在比较好奇，就是说像二零二零年的二月十四号之后送的这个绿卡申请的件数有多少？因为我想要知道它会影响到多少人，以及就是如果你真的拿了福利的话，那你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OK，嗯、um,，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号有多少送件呢？很遗憾，我们现在移民局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数字，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统计。对，嗯，um, 那么我相信说，二零二零年的二月二十四号当中，一定会不少件是送进去的。那现在目前而言的话，补救措施的话，因为呢，这个也不是一个 bright line rule，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一刀切的政策。那如果说你曾经享用过这个政府的福利，首先，如果你过去三十六个月当中，你并没有超过十二个。 月在用这个社会福利的话呢，那么很可能你是 OK 的，也就是说你的绿卡申请未必会被拒，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对不起，我先打个岔。那如果是三十六个月的，没有超过三十六个月的话，你就 OK 的话，那么你二月二十四号，今年二二月二十四号送之后送件到现在，肯定没有超过三十六个月嘛？如果你有拿公共福利的话，呃，不是，其实是从你送件开始往前推三十六个月。 哦，是这样算的，对，OK, 是这样算的好好。不好意思，那那您继续，那有什么补救的方方法呢？那另外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政策，它也会结合其他的各种因素来看，比如说你的年龄，比如说你的健康状况，比如说你的英文程度、你的教育背景，以及你的这个呃你的这个专业的技能，以及你的这个经济的状况来看。 对，所以呢，它并不是个一刀切的政策。呃，另外的话呢，就是呃，通常你在申请绿卡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担保人八六四，也就是说，除非说你这个担保人有什么在八六四申请出现什么障碍跟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你的绿卡申请被拒。不然的话，仅仅是使用这个社会福利一项，并不能必然导致你的绿卡一定会被拒，只是它存在这个风险。 嗯，好，了解。<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请教严律师更多有关于这个新的绿卡的相关的政策的一些问题。广告后见。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了是严露露严律师。严律师，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您为我们很详细的解说了，就是最近这个特朗普总统他这个又呃规定说，如果你拿美国公共负担的话，那你要申请绿卡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可是你有跟我们讲说，有一些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政令，它是有办法。 我可以还是可以申请到绿卡的。那<是>呃，接下来我下半场我们要谈一下，就是大家都很关心 H1B 的这个工作签证的类型啊。呃，<是>我们知道其实呃。 政治氛围的关系，H1B 是越来越难申请而且有很多是要要求你额外补充这个材料，也就是所谓的 RFE。是。那么，呃，我们想让这个严露露律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移民的审查案子啊，都因为这个呃 RFE 的关呃 RFE 的关系呢，都得到了积压。目前 H1B 的进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嗯，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嗯，H1B 呢，就是我们也觉得就是呃。 呃，原先呢，因为疫情的影响，那移民局的这个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呃虽然没有全面的关门，但是呢，可能有由于这个员工的 furlough 这个关系啊，导致说呃会觉得说他们处理的案件的速度会呃严重的变慢，变呃就是他们的速度会比变得比较的缓慢。但是呢，呃，在我们所处理的这些 H-1B 来看的话呢，其实并没有是呃。 并没有是，实际上并没有变得很缓慢。呃，我觉得可能是呃跟一个一个一个两两个因素有关系哈。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呢，嗯，关于这个加急申请的话，是今年三月二十号的时候呢，移民局宣布暂停对于这个 H-1B 以及 i E 4 0呢，呃，采用这样的一个加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呢，在呃，六月份的时候，尤其到六月二十二号的时候呢，移民局又立刻又宣布说 H-1 包括 H-1B。 呃，就是 cap subject 这样的一个申请呢，全部恢复这个加急，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这段时间的影响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呃，大家也知道，就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号的时候呢，移民局呢，就是嗯，宣布呢，在第一轮的这个 H-1B 的这个抽签当中啊，在过去的九十天之内，他们并没有收到足够的这个件数，也就是说呢，并没有达到八万五千份配额的这样的一个送件量，所以呢，他们呢，就是决定启动第二。 第二轮的抽签，对，那第二轮的抽签呢，可以在十一月十六号之前递交，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移民局的工作量。 在 H one B 这个方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往年往往他们都是超额的。第一次的这个啊、嗯、那个 l o a d e r y 就是说抽签就已经超额了，所以呢，可能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呢，那 H one B 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就是说导致他们的处理的时间变得非常的长。那呃，在我们所的地件的案件当中呢，比如说呃，在今年这个嗯七月份地件的案件当中，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呃，至于嗯。 补件来说的话，嗯，很欣喜的一个消息是我们所处理的 H1B 全部都是无补件批复了。看来今年移民局对于 H1B 的政策，呃，并没有因为政策就是政治方面的风云变幻，或者说是呃对于这个移民政策的好像一个缩紧，而导致移民官的立场有多大的变化。对，所以说呃，反而跟往年相比的话，那 H1 的批复率啊，包括说是补件率啊，批复率是升高了，补件率好像也有一个向下降的趋势。 嗯，那我觉得你们是你们客气了，有觉得有很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们知道怎么跟移民局打交道。因为我我有朋友他自己去办，不是 HMB，他是自己去办绿卡。嗯、他说、嗯、<哼>：“Oh my god！” 他说这个民众自己去办绿卡，你不见得是一定要找律师，你可以自己申请。但是他那个對那个关关卡层层关卡，然后非常的。嗯 非常的难，然后移民局官员呢，他又一直会常常刁难你，说你你欠这个缺那个的，嗯，所以呃，你你之所以说啊、呃，你们很惊喜，并没有一直叫你补你的客人补充材料，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可能律师这方面你们比较有当然这个嗯，在移民申请当中呢，当然是跟律师的经验很有关系的，因为呢，你需要去根据移民局的态度来决定，在你送件的时候呢，第一第一次首次 initial filing 的时候，你应该附上什么样的证据，让让移民官觉得说你这个申请人是一个 qualified 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人。对，那自己申请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移民局并没有要求你在移民送件当中一定要有专业的律师来帮助，但是自己送件的时候，往往说是呃、啊，因为申请人他不可能有那么。 多的经验，所以呢，啊、呃，所以他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往往是没有一定的技巧，所以可能会导致补件。我们也有，就是之前也处理过相相当一部分的，就是第一次是自己送件，然后补件的时候需要专业律师来帮助的。所以呢，呃、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嗯、呃，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选取这个选取这个律师专业律师的帮助，尤其是疑难的案件。对，对自己的不要太有自信。<laughs> 好，那我再请教一下那个严律师。是，我们知道现在呃，这个前一阵子《纽约时报》报道说，嗯，呃，总统特朗普可能会下令暂时拒绝让可能染疫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呢回到美国来居住。嗯、你觉得这个政令有多高呢？嗯，特别是在总统自己染疫之后，你觉得他有可能发布这样的命令吗？ 嗯，um, 请问你，我觉得你应该说的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号《纽约<是>时报》的这样一篇文章，是,是不是？嗯，um, 我觉得这样的概率是非常的低的，因为从目前的所有的移民法规跟政策当中，没有一项会因为嗯。Um, 本土的这个本国的这个公民或者说是绿卡的持有者，因为他的一个健康状况的问题，或者说他是不是有传染疾病的这个问题而禁止他入境，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法规。当然，现在这个政府呢，它有呃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裁量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那对于他们可以进行一个就是说呃。 筛查就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筛查，对于就是在其他国家或者热点区的，比如说这个呃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返回的这样一个公民跟绿卡的这个持有人呢，进行一个健康的筛查。那如果说呢你出现一些症状的话，或者说是呃呃觉得比较有可能染疫的话呢，那可以他可以要求你隔离。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呢，嗯，可以说是呃政府呢。 嗯，移民官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由裁量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呢来拒绝呃拒绝这个 people 就是人民来入境，但是呢他并没有写清楚这个是公民还是说是呃指的是外国人，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广义的理解可能它包括公民，呃可是呢嗯我觉我我个人认为呢这项法这项草案哈如果说。 进行到下一阶段的话，目前的除了这个补八月十号《纽约时报》这边报道以外，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后续的关于这个草案的进展。那即便说这个草案呢，最后进入了比较严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嗯、呃，呃，你通过的话呢，我们觉得它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低的，因为它呢会面临到一个这个违宪的问题，违反宪法的问题。对，嗯,嗯，所以我,我觉得美国法律就是这样，就是说它有个法规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但是呢，有趣的是，它可以让法官跟律师在法庭上 argue，就是看你怎么样来诠释这个法律的条文。所以您<的>您对，就按照您刚刚讲的。 要，yeah, 你是有法律说，你如果可能维护危害国家安全的话，他可以用这个呃理由让你禁禁止进入，但是他没有讲说是哪里的人，是公民还是绿卡持有人。是，还有就是这个国安的危害国安的定力又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你染了这个疫呃这个病毒，然后你进来美国之后，有人觉得说，那、嗯、你进来你去隔离，你就不会危害到我们健康，但是你也可以呃从另外一个方面去 argue 说，那你有可能传染给别人。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是就是得靠专业人士呃，根据你们的经验在法庭上在面争论就对了。是、嗯、说到呃，川普这次染疫对这个草案能否通过呢？嗯、我们想呃，应该是没有跟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影响哈，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草案呢，即便说是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它针对的是居居留在外国或者说是从外国返回的这么一个呃本国的公民或者说是绿卡。那嗯、呃，川普总统的这一次呢，他是在美国呢嗯、呃、被确诊。 呃，测试为阳性，所以呢，这两个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他自己得到，然后知道这个 <laughs> 呃生病的过程有多痛苦的话，是不是会增加他一些悲悯之心？ 本来是要禁止那些染疫的美国人或是绿卡持有人进入美国，后来他现在还自己染病了，他会不会就比较有同理心？我的我的猜测啦，对，好，那么呃，我再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土安全部他在二十四号也提出一个新的规定，他要对学生的签证呢要进行这个限制。那么呃，您觉得他未来就是说学生签证最最多只能给四年？嗯，你觉得这个呃规定什么时候会开始实施呢？ OK，嗯，对，现在九月二十五号呢，这个国土安全局呢宣布新的这个规则，那取消现在的话，话目前的话，F one F F 签证也就是学生签证、访问学者签签证，呃，他们的这目前就是他们的身份叫呃 duration of status，也就是说呢，呃，如果说嗯、呃，即便说你的这个学制你已经读完书了，呃，哪怕你的签证过期，你如果在美国境内。 这个停留的话，呃，依然是合法的，你不需要再续签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对这个政策的改变呢，也就是说呢，它是呃基于三个考量：一个是遵循嗯、呃、F1 J1 的这样一个项目规则；第二个呢，防止欺诈；第三个呢，就是巩固国家安全。这三个原因对。呃，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呃仍然处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叫搜集这个 public comments，也就是说公共。 公共评论的这样一个阶段，那直到说十月二十六号，今年的十月二十六号都是处于这个公共评论期。可以知道，至少在十月二十六号之前呢，那这项政策的话呢是不可能实施的。好的，不管怎么样，<对>这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非常多，然后准备要到美国来念书中国留学生也很多，所以呢，这个案子最后的这个 status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必须在这边先节目搞一个段落，谢谢严律师的参与。 好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下次再见。